身旁这位呢是我的好姐妹，姐妹涛，叫做小 V。今天呢我来光顾她的店，然后替她搭配几套非常好看 sexy cute 还有什么的衣服。所以你今天是我的造型师吗？都应该算是我们两个做你的造型，好吧？真的吗？我们两个讨论，因为姐妹涛之间真的就是要这样子啊，不是聊帅哥啊，就是聊服装啊，就是很少再聊一些正经的事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自由发挥，我们现在就要进去了。这间店叫做 Vanitas， 有非常多好看的衣服，希望姐妹她们有机会的话也一起来逛来看看。拜。据说你们这家店的来头不小，要不要来吓吓人？很多欧洲品牌啊，对，欧洲 style 的一些女星啊、演员都很喜欢穿的一些品牌，而且很多艺人都来这家店，对，像萧亚轩啊、王力宏啊，对，很多等等的艺人都会来店里面，就是大肆的采购。对，所以我们老板呢，他就是大有来头，叫就是贵妇名媛王怡人小姐以及王阳明，台湾第一帅的帅哥。就是帅哥跟美女的组合哦。所以啊，其实大家在电视上可能看到好像名媛啊穿的东西好像很遥远，然后好像只有他们才可以穿得到，其实不然。对，就是今天连我们两个小魔头都会出现在Vanitas，都可以挑到一些名媛穿的衣服，相信你们也可以，就是是有地方去找得到名媛或明星，大家都可以当名媛或是第一帅哦。其实我平常穿很多是黑白灰，真的哈，就很多人都觉得那这一定就是你的 style 啊，太阴森了。就是、啊、就是自从我开始接受肤色之后，就开始选色变得比较大胆，就爱上它了。对，好，还有哪些呢？还有这个裤子，不错哎，哎，这好看耶。这裤子一穿出去，你随便配什么颜色都好看啊，白色背心。对，没有，就很简单。我个人是很喜欢肤色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到了，可能山上的孩子吧，就很喜欢大地色。这个它这边是不同的阶布，就是让你有那种不同的感觉。对，好。这个我觉得它有一些舞台效果。这个就是你之后你知道有机会，就是可以上镜头，你穿这个很可爱。对，我会考虑，就是他们的衣服上镜头或在舞台上是绝对 OK 的。姐姐姐姐，我喜欢这件，我觉得有那种就是很咖人，然后很夏天的感觉，然后我觉得很像穿了之后会变美人，而且它有那个渐层，对啊，很漂亮，超舒服的，应该会很好。会好看，真的有好多的选择、哦，真的很多宝可以挖。姐姐，你要不要现在马上去换一下手上的这一套？我好期待看到你。我也是，我很紧张。紧张什么？你身材这么好，衣服这么好看，快去快去快去！那我就去换喽，大家期待吧。趁我的好姐妹小 V 在换衣服，我要来偷偷逛一下我非常喜爱的单品，也就是墨镜。在这里呢，有非常好看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品牌，叫做 Super， 全都是意大利手工的墨镜。它呢，现在就是做他们的特色就是猫眼，就是有一点点向上提的感觉，就是让整个人看起来是很有型的。即使你穿得很简单，就配上一副墨镜，我觉得整个人都会有型起来。还有像红色也是我最爱，可以来试戴看一看。好不好看呢？你们好，进场你可以进场的，其实我要很慢，因为镜头才会配给我久一点。真的很好看呢，谢谢，真的是不是跟刚刚我的乡下腔调都出来了？是不是有种不同的感觉？就是刚刚这个穿起来真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就觉得我刚刚是个就是从家里穿着睡衣走出来的，而且你还偷绑头发，谁准你偷绑？对呀、啊，这样一定才有俏皮的感觉。你看这个裤子是不是要配很那种？而且我觉得它可爱，它高腰好丑、哦。我们身后的这套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它也是就是我们主打的品牌叫 Hamalage， 对，然后它的设计剪裁很简单啊，就是它穿起来会非常的合身，就是很显身材。前面还后面？这个是后面，它就是小小的露背 ，you know。就是这样，姐姐，姐姐，女生呢、啊，重点就是露胸跟露背嘛，一定要。所以，你这一套是都有露胸跟露背，还有露腿。我们就成全你吧，你去换吧，拜。女大
大声要去变性感女生了，请大家期待一下吧。去，我们欢迎 Vanitas 的店内之花小 V 出场。呜呼，好好看哦，这套真的好好看哦，加上你身材非常好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就是要带你去，就是穿这么美，我们两个今天就是要出去，就是吃好，我们吃大餐。贵物的贵物，贵户，很不 OK。我穿这么美，结果还这样子吃螺丝，这是台湾国语，千万不可以剪掉。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只是他们觉得自己很高贵。我朋友还叮咛我。好啦，我们真的要去，就是好好吃个大餐，就穿这么美。谢谢文妮塔，让我们来这边带着姐妹淘来逛。没错，谢谢我们的采购，谢谢我们的小弟，称职哦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